太嗨了吧！他们好像在划龙舟哎。在你的比较轻松啊，在我们不轻松。Number one，我们大概有两百，我们大概有两百公尺，个人占了八十。为什么？他没有，我要顶。你说。现在电饭还快要到了，带动唱啊！哔哔哔哔哔，看右边的精灵，带动啊！好，好，好！哇，他可以自己滑哎、欸！小妹，你可以转场。要转向着小妹吗？他感觉很融入当地耶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哇！OK， 右边，右边。OK， 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哇！船夫不给他划的，有啊，他们放弃，用手去。假如有钓到吗？钓到一块肉。你有钓到？我们用手抓。船夫帮我们用手抓。他们用手抓就不钓，就用手这样。在陆地这样拍，螃蟹有抓饵，但是它没有夹痕迹。加油！天气不好，不要打比较好。哎、欸，可是我以为会有转圈圈那个、欸。哦。可是你也不想转吧？那如果不要掉下去，不要掉下去，我可以。很认真，还帮 Kenny 拍了他的淤青。哇哦！就看是那个没入味，可是其实有味道。我喜欢清淡的味道，清淡。可以啊，很随性的。我今天吃，是我觉得他们的咸度适合我，很适合我。可是他们有些菜很咸。我觉得还好。他们说这个汤会有那个菜味很重。都是常年菜味啊，菜味超重。对呀、啊，当地基督好不好？然后我们出发去逛古城，到时候虽然说不下雨，但是大家也是带好这个雨具。
这边看饭店比较漂亮，那大游泳池。大家好像很喜欢看我喝酒，比较好玩啊。按摩洗头今天要喝啥？好的，现在我们看到是这是旅程中的古迹，这是一个这是成都影片。哦，这是一个哦，我刚以为他说的桥是那一座桥，哎，原来是这一座桥。Smile, yeah, very good, very nice, very good, good girl, your train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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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rain. 这个好不像咖下午茶店哦，这很像餐厅哎。中式的下午茶。味道。那天买那个超商说，你有觉得水什么变的吗？他说滤完才可以喝。我要等它滤干了。这个是标准。哦。对啊，我的护肤品应该很多，它下面是有干块，它没在动。维修。这感觉很浓哎，这 espresso。对啊，感觉超浓。但是如果敢喝，可以增加。OK。感觉很好喝哎。确定？可以。蛮浓的。这里还有炼乳哦。大包了。炼乳还要淋上去。是这样，可以吧？啊、可以啦，你想吃？那医师觉得吃哦。你想要夹西瓜也 OK。我们都 OK。没有吃甜的，不是甜的。不是，它是。它是咸的，咸的，里面有加东西。因为我们每次买那个北投那个月付，我们都买甜的。是啊、哦嗯，好吃吗？还、哎、不错，但就是外面的。然后再开，然后再换给他。我都在跟他要的，然后是带冰吧的。哦，他们会带吗？龙跟那个狮子一见钟情生出来的，龙跟狮子、那么这个算林呢，他就是喜欢烟火，而且呢就是比较那个好静不好动，所以呢香炉上面都是造这个神兽，好不好？好 OK， 我希望你把这一段请刀放进去，因为中国人的芳香感很好。我靠点灯的时刻哎。八卦交刀呢就是会很受限，所以要低头避免。我还有一点。我明明有一点还要上。你压力不大小。他说、你们在月经双数所有被按摩吗？我怎么要被按摩？都是人哎、会不会其实这地方根本就没有本国人会来啊？对，来这边都工作了。对啊，跟六合夜市一样。哇，你看，哎呀，哇！你觉得等一下我想要再过来吗？考虑一下。你就换鞋子，你就会走的比较开了。对，不过其实还好，我其实还好。你已经过了。对。我蛮想再来的，可是看怎样。不要穿博客。哦，今天开始放水灯了。我们已经放好了，大家在那边。OK。好，继续试镜。Yes。麻烦你过来一下。OK。放水灯。哦，好。没关系。先放是不是？谁先来就先放。先放。然后自己放。它是有什么放这有什么意思吗？还不够乖吗？对，很短呢。许愿，许愿就可以。
够啊，不够，你都没去。对面不是古城，对面不是、啊，商业的哟，商业的。哦，这个所以不要去哦。不是，都买这么多了。这真的买这么多了？没有吗？为什么？所以我们要怎么做？啊，就把这个撑下去。你破音吗？你破音哎、欸！啊，你不知道许愿？对，就是你。我想一想好了。哦，看他放。哦，想好。那你说就这样。要报名字吗？你这样太随便了，行吧？没有仪式感。对啊，没有。要不然我先啊。他说放上去而已。跳下去就真有仔细看。行行行，好 ，OK， 好好，把它撑下去就是了 ，OK， 好。看这个啊，拍照拍照，许多少万？五千万吗？还没五千万。五千万，那你们在乎环保吗？还好。没有啊，明天就有人收的。哦，没有人捞起来了。很好哎，不错。哎，你有许吗？就是业绩长虹，大家快乐。是，对，把它给撑下去就好了。哎呦，哎哎哎，他妈小刘啊！多少个？快点，不然这段我好难剪哦。没有啊。那明天会拿，明天会有人捞起来。再重新弄。好。你要走远一点呢、欸。你这样太近了。小心小心！不用，要帮你拍照吗？洞洞，帮你拍洞洞。哇，这个。Nice， 你要不要？你吗？挣大钱。对。我就要一颗头。哇哦！好可怕哦！他们建材好好。哎，对耶。好贴心哦。哦，多一个不一样是这个。对，这个装的青蛙，那这个一样，这个没有。是吗？但是不是，它真的很像青蛙。来，给你讲。这不是青蛙吧？这个是什么？不是啊，很炸鱿鱼吧？炸鱿鱼，炸鱿鱼啊！我要看你表演。哦哦哦，すごいすごい。泡沫三比七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6:4，随便乱讲，赞还不错，还有希望可以吃啊。对啊，个屁哦！他还要给你酱油，我以为只有白稀饭而已。还有一点味道，也不错啊。在惠安吃稀饭，没有人有这个经验，真的。苦中作乐，我不知道。那你开你的，我开我的。你的应该比较。开死我了。哎，你怎么吃我了？我吃宝贝呀。你好，按摩吗？No。黑的，然后咖啡的。好哦，好哦，逛夜市也要玩，吃饭也要玩。加好友吗？他在干嘛？他们已经加好友了。他们在给礼物吧？因为我们要打怪。哦，要连线哦。对，要连线。对啊，再继续玩。还是我们下载好了。好啊，一起玩。湘婷学坏的。啊？哪一个？难得糊涂。不要吧。在这边买了一个妈妈，就是40万块，台币50，不知道好不好喝。把它吃，
早期的，它一片一片哎，然后盖起来。他们要修打了。在出体验。You sing? Yeah. Sing? 后面还没到就已经还没唱都大曲。你这边在唱。